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熊哥。那现在晴天杯啊，正冠亚军，阿宪跟阿雄啊，阿宪八局，阿雄五局，六局，正在争冠亚军。他们两位都是高雄选手啊，所以这几年啊，这个晴天杯啊，就是高雄以外的选手没办法拿冠军了、啊，这个魔咒没办法打破哦。哎，好。刚刚那个角度刚好不能进，好，那我们就做中袋了。左塞旋转直来走位，接近直球拉杆做中袋，这个球形很简单啊、哦。哇，柔一点拉过头了。因为刚撞到这个麦克风啊，所以我就怕、哦、会被麦克风影响，就出杆的那 AK 点非常柔，就拉一点小过头，还好。麦克风的位置不好，好，刹车球让它贴颗心，不够刹，有啦。有角度出来就可以了。看能不能双喜啊。哎，不准。好，第二局。晴天杯这几年还真的是冠军，都是高雄选手啊。刚四强哦，我听贝克老师讲啊，四强赛的时候那个刘建宏有机会啊，可以打进冠军赛，就听牌打到输啊，听牌听很多了哦，还打到输。好，六九，待会再来处理六九好了，现在就可以了啊。No， 非常柔的刹车杆。不会吧？没有拉到，还好。反赛有点大，非常柔的右赛，用球杆力量打球，有点二分法哈。推杆右旋转直，拿捏一下啊。嘟嘟杆法啊，来分离脚双喜，那就不能嘟嘟杆法了。中低杆，又是差一点没喜的。好，那现在他们正在打哦，四比二，阿宪或阿雄谁会冠军，我们待会就知道了。好，保重平安。2024。不打不相识，我们是新北大叔，祝大家龙年龙中无。